你好，我是竹千心。你问说玩手机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？我现在58岁，我第一次玩手机应该在33岁左右吧，因为我手机玩了20几年，第一次是那个摩托罗拉 T190，那时候手机拿来好，因为很小一只啊。打字也不太会啊，而且打字在台湾是用那个注音符号的啊，而且30几岁早就忘记不注音符号怎么念了，还得重新开始来过啊。哦，那时候真的为了打手机打简讯啊，写的哦，真是累啊，真是累啊。不过现在是会打了，这也感谢那第一只手机啊，带给我们至少说还记得怎么打字啊，不像以前全部都忘光光了。就这样吧。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、按赞还有关注哦。再见，拜拜。